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包。哦，这一个包呢是比较低调的这个有质感的大包。这里面呢可以装很多的那个现金啊，文件装 iPad， 公文那 iPad， 它是所谓的战包。哦，对，这个哎，虽然它这个链子哈，你看有人会觉得链子好像感觉会很重，其实它不会。我喜欢它一种背法，就是也蛮酷的，帅气型的，就是它可以这样背。哦，变长哦，好长啊，可以耶。啊 ，no， 你这样拿不到东西吧？不是，是这样，这样不像百娘哎。哦，变成有点像后背斜背的感觉。对，它可以这样背。哦，对，国外有些超人这样。对，很实用。好，然后就真的感觉非常的时尚。嗯，好，再来呢？自己说。这个包呢，我是抢来的。哦。为什么勇气稳定刚才？这个包包呢是那个 LV 跟那个草间弥生的这个合作的联名的，然后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他就来找我，我去出外景，他就背了这个包，我就把立马叫他把这个包拿下来卖给我。抢走。对，你现在看，这样子是一个南瓜的，南瓜的蓝色的南瓜。好，你再翻过来，是橘色的，煮熟的南瓜。对。很酷，种的南瓜。对，然后它是两个，一个大包，一个小包这样子。小包可以拆下来吗？哎，可以。哦，可以拆下来的。这个是，就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背出去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就有一点点俏皮啦，有一点俏皮，有活力。然后在这个舌头啊，这个我宝格丽的，我是第一个。就只有这一个包，我觉得它好可爱呀，而且这蓝粉的这样子也渐层哈，然后又可以搭到现在的那个芭比的那个感觉，对，这背出去呢，哦，这样可以耶，这个好可爱，对，这个高阶主管背很好看，对，对啊，又，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。所以哦。